喂，你还好吗？冷不冷？我哪有打电话？我今天才打第一次。哎呀，有时差哦，我都忘了。那你有空再打电话回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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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拜拜。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？好多贴纸哦。可以借我看吗？来，我们进来坐一下，好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看到你在里面收集点数，我也是，这些我不用了，送给你。不用啦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刚刚看你好像换到一样的，你是不是缺白色的？我有一只，我可以跟你换一只黄色的吗？你要黄色的哦。那你要哪一只？一只闭眼睛，一只眼睛是张开。这个好了，我比较喜欢这一只，不然闭眼睛的给你好了，谢谢。谢谢。对了，你是收集多少啦？还差两只。是哦。你呢？差一只，差一只白色的。那你还给我？后来我们就在一起。不能说他对我不好，是他的情绪有的时候，就有的时候很奇怪，就是忽然会生气，然后像是有一次，我比较多男生的朋友啊，然后有一次我就晚上在跟我一个学长聊天，然后传那个讯息，然后他看到了他就很不开心。你在跟谁聊天啊？朋友啊。男的女的？学长。是朋友还是学长？
就你也认识的那个学长啊。他知不知道你有男朋友？他知道啦，上次你就问过了，你先问。我告诉你，我都看得出来哦。每次跟他出门都这样打扮的花枝招展。啊，我跟你出去没有打扮哟，我每次还不是打扮得很漂亮？奇怪，是小孩子哦。裙子穿这么短，你当我白痴啊？讲理耶你！不要跟你讲话了啦，你去看电视啦，你不要吵我。好啊，不要讲啊！你把他封锁跟删除。你干什么、啊？你还给我了？还我啊你！每次都这样，每次都要找事吵。我想说，就是冷静一下，这样子他就没事了、啊。结果我一回头，他拿着笔，他在刺他自己的脖子。学长被我撞到就对了啦。你在干嘛？你把笔给我！你干什么啊你？我看，你手放开，我看。一点点事情，你先把手放开，你给我看一下你。然后我就说你干嘛这样啊？他就跟我说没有啊，我是开玩笑的。哪有人这样开玩笑的？我就很生气。可是打开来啊，你可以打开来看看哦。看看嘛，当！哇，好多点数哦！哦，我这辈子没有看过这么多的点数，今天真的是神经病哦！你哪有人会把点数放在盒子里啊？送给你，送给你，送给你，送给你！我每次说我要吃这个，我要买那个，他就说不行，你要存钱，你要什么？你赚那么少什么？我赚不少关他屁事啊！那什么时候去花莲玩了？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玩吗？每个月都要出去一次吗？结果嘞？你有空吗？没有嘛，我们根本没有好好坐下来敲一个时间，那不然怎么办？可是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规划啊！还有刚刚我就说要吃那家餐厅，你为什么就不要啊？嫌人家贵，嫌人家贵。走啊！我们下去吃，我们下去吃你要吃的餐厅。我不要跟你说了，我不要跟你吃饭。走，你是要走去哪里啊？你不是说要去那边吃吗？我都跟你说，我吃我的，你吃你的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还给我？什么在干什么？你还给？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我们就好好讲嘛。不奇怪嘞、欸，谁奇怪啦？你每次都这样吵架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要摔东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事情多少次了？这不是第一次了哦。都你在讲，话都你在讲就好了。什么叫都我在讲？奇怪，你就自己讲出来是，我真的不懂哎、欸。吃饭这件事情，今天是吃东西，那明天呢？明天要吵什么？每一次都这样子，什么都嫌贵，什么都这样，你就是很小气。那你不还要我怎么？怎么要小气？你刚刚讲什么？小气谁小气了、啊？每次我说完，他们都是为了你什么小气啊？奇怪，对啊，小气啊，为你小气不行啊？啊？什么？我的钱不是你的钱吗？为什么不能省下？为什么一定要吃啊？我有说要用你的钱吗？每次都这样子讲，然后嫌我赚的很少、啊，我就不需要你的钱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子哦。对不起啊，我的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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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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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，来喝口水，喝口水，来。我问你，啊，你爱他吗？我就想说不要让他找到我好了，我就半年就把工作也辞掉，然后我就搬家，我想说搬到一个
是他也找不到的地方，然后我手机的号码什么都换掉。我现在，我刚刚还在想说，我是不是我走进来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还要躲在哪里看？然后我就每天都觉得，我就觉得好像，好像都没有任何的隐私啊。不怕啊，压力很大，我就想说，我是不是要死掉？我就是好，我就去死啊！嗯，不可以乱想。可是我这样子跟死了没有两样啊！我连睡觉也睡不好，我上班也没有办法专心，然后我的朋友我全部都不敢联络，我连我爸妈我都说，我都只好跟他们说我过得很好，我不敢讲哎、欸。他们本来就没有。本来就没有很喜欢这个男生，是我硬要跟他在一起的。好辛苦哈、哦，我真的很累。小玲，你听我说，以前保护令是只限于有婚姻关系啦或同居才可以申请，但现在已经扩及到就算是情侣也可以申请。像你现在已经受到男朋友很严重的精神暴力，你就可以向法官申请保护令。知道吗？如果保护令下来，他再违反保护令，我们就可以依现行犯处理他。我其实也，我就是不希望他被关，所以我，不是，我知道，这对你的感情跟情绪都是很复杂的。可是这是一个保护措施哎，对你的朋友来说。我们要保护他，要限制他，不要再继续做错的事情嘛。其实，前一阵子我才送我女儿出国，她也像你一样感情受伤，可是我没有及时发现。我也感到很内疚，相信我，让我帮助你，好吗？我已经告诉自己说要忍耐了，要忍耐，要忍，要忍，要忍。他就是会戳我，一直戳我，一直戳我。我也不想要这样子啊！可是没办法嘛。那你有没有想到小林怎么想？什么什么怎么想？你这样做，小林怎么想？小林是要这样吗？他要这样的人吗？他要这样的方法吗？你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是在全家，他手上拿着两支点数笔，
两只黄色的鸭子，还有一只咖啡色的熊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如果不追出去的话，就再也看不到他了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就是他，就我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一辈子。我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一辈子。那不是怎么会？那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他不是讨厌你，他不是讨厌你这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不喜欢你这样做。你听我说，来，你听我说，他希望你可以改变，懂吗？研究生哎、欸，研究生哎、欸，要懂得抗压，好不好？我不能没有他了、啊，不行啊！你把他叫回来，我跟他说对不起吧。如果你想要拥有他，你就要改变自己。你要知道，你们都相处那么久，你应该知道什么才是他希望的幸福嘛，什么是他不喜欢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忍耐，我不是忍耐，是你要知道，你要清楚彼此互相的对待，小林希望怎么样，喜欢怎么样。王红后来没有坚持用自己的方式继续下去，保留学籍，先当兵去了。而小林在几年以后，也把正在追求他的男生带来给我看。我想，应该是还不安心吧。